第22题，若浓度均为一大安明的100毫升水溶液，下列哪一杯水溶液所解离的粒子总数最多？我们假设一大 M 100毫升的水溶液应该有 X 摩尔的粒子，那么 A 选项 C2H22O7 的葡萄糖，葡萄糖不会解离，所以它的原来是 X 摩尔，解离完之后还是 X 摩尔。B 呢，C2H5OH 这个是乙醇，它也不会解离，所以原来是 X 摩尔，是丢下去之后它还是 X 摩尔。那么 C 呢是氯化钠，氯化钠会呢解离出钠离子跟氯离子，所以一个会解离出两个，所以呢解离后的粒子总数是 2X 摩尔。那么选项 D 呢是 CH3COOH，这会解离出醋酸根。还有我们的氢离子，但它是部分解离，没有全部都解离成两个，所以它的数目呢比 X 要大，但是比 2X 要小。因此我们看得出来呢，是氯化钠所解离出来的粒子总数最多。第22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杯水溶液所解离的粒子总数最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NaCl 氯化钠。